好，你好，请问您贵姓？啊，我姓邱。邱先生，啊，台湾人。对哦，咱拢是台湾来，台湾人。今天是真欢喜，看到恁伫遮的 volunteer 哈，我是今天是 reporter for the South of Taiwan。OK， 多谢哦，这个阵阵的迄个翕相，甲大家人翕相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伊要怎送互人咧？伊当用手机啊传互你，无就是用 email。哦，用手机啊！嘿，你那是有 iPhone， 我当用手机啊，互你。哦。你那是无，那你当用迄个 email 互你。哦，好棒哦！哎，我嘛来翕一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来翕一张。摕一个牌啊，无？哦，安尼好。摕一个牌啊，安尼。好。啊。这个较矮，你甲我算，你感觉同岁的对一个？安尼同岁无一个好啊。准备哦。廖啊，哦，好棒哦 ，It's so wonderful。啊，今嘛来介绍 Tony， 是咱今仔日一个摄影团队队长，我是伊的助手。好，谢谢。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好。OK。嗨，您好。早安。请问您贵姓？哦，我姓张，我是张小姐。是。您好。请问你是什么样的 organization？ 我们是旧金山办事处观光组的，我们是代表台湾交通部观光署。那今天很荣幸受到文体会张志扬会长的邀请，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台湾节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个同仁代表观光署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哦，好棒哦！你好，这个就是 promote 我们台湾。对，因为我们去年十月份国境重新开放嘛，疫情结束疫情接近尾声后国境重新开放，所以现在观光署有很多政策。很好康的政策优惠民众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有这个自由行的奖励计划，这个奖励计划是给所有外国护照，就是非台湾护照的民众，要来台湾旅游的话呢，他们有机会赢得5000元新台币的这个奖励，所以我们也鼓励民众多多咨询。只要拿美国护照可以吗？任何非台湾护照，那我们在湾区很多朋友都是美国护照嘛，所以他们当然是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的。对，那我也可以把我的同事带过去了。对啊，所以希望这个消息，就是大家分享出去。那这个是我们8月31号呢，米其林这个享誉世界的这个餐厅的评价的这一个组织呢。他选了139个餐厅在台湾是上了米其林的这个推荐，所以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个米其林的这个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美食是非常享誉世界的嘛，所以我们也提供这个资讯给民众。哦，好棒哦！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接受访问。谢谢台湾 the heart of Asia， 感谢您，感谢您张小姐，谢谢。